瓜地马拉总统特别代表华波将军今天中午搭机来我国访问三天。华波将军到达松山机场的时候，受到我国中南美洲司长陈泽华、瓜地马拉驻华大使何瑞达的热烈欢迎。华波将军在我国访问期间，将拜会我国的政府首长，并且还要参观我国的文化跟经济建设。华波将军曾经担任过瓜地马拉共和国的国防部长，